我觉得准备一场技能竞赛的话，抗压性跟临场反应的心态很重要。国际赛的话，它其实评分的那个细项非常多，铁管、塑胶管，然后线槽的安装，还有插座、开关，它的水平尺寸或者它安装的方式，然后安装的准确度、配线的正确性、配线的美观，还有就是程式的书写，你必须靠着你的基本功去做延伸，然后在比赛现场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判断，然后去处理每个问题。适度的休息才可以提升你训练的品质，可以帮助你训练的质量提高，然后效率也变好。